好高哦，哇，都好高哦。哇，好晒，系啊，系。我可以坐边间个位坐。Hello，Hello。系。Hi。好高，佢好高，仲要坐着高踭鞋。你好，我系阿杨。我系 Michelle，Hello， 你好。Michelle， 即系佢人比较高啦，跟住最。穿住很高的高踭鞋，佢一鞋入嚟，跟住我就覺得哇，有少少 surprise。 大家都戴住面具的時候，其實我第一眼是看到阿楊先嘅，因為佢是第一個對我 say hi， 同埋佢好熱情。點解好似得七張凳咁嘅？咁好啦，我哋估最尾嗰個男仔定女仔？正常應該男仔嘅。唔通男同女一起入？男女一起入，咁咪爭凳仔？一起入咁誇張？哦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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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會對 Argus 比較好奇嘅，因為佢係唯一一個男仔著恤衫。我會想認識一下 Argus 嘅，戴咗個面具係零零舍舍，同個面具係幾融洽得到嘅。好好奇啲女嘉賓係點樣嘅，咁我戴住面具嗰陣時，佢哋應該都會好奇我點樣，其實係比較好玩嘅，我覺得。啊，係幾好玩嘅！你啲眉來眼去啊，唔好以為我見唔到啊！我仲睇到一樣好緊要嘅嘢，就係初次見面衣著真係好緊要啊！啊，其實著恤衫得咗，男仔咧就中意 Eileen 呢啲白色仙氣裙啊，或者 Michelle 嘅黑色衫斗領踭。哦，我學到嘢啦！跟住落嚟就係 CB 訓練營嘅第一次配對，凳底貼住一號嘅人可以最先揀對象，聽埋大家嘅戀愛經驗同擲偶條件，就正式開始配對。Hello， 我叫 Eileen 啊，感情經歷係我拍過兩次拖，我就比較中意。搞笑的人，我覺得開開心心咁幾好，可以扮蠢但唔好真係蠢，都膚淺嘅，靚仔加分。佢出嚟講自己好中意一啲搞笑嘅人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咦好似可以啱 channel 喎咁樣。Hi， 我係阿楊啦，心儀對象希望就靚女啦，又活潑啦，好動啦，但係佢又好一個反差萌又。令我覺得好中意咯，咁所以我都希望有一個搞笑嘅女仔啊，同自己一齊好拍住相一齊去玩啊咁樣咯。咁我未拍過拖嘅，係啦，係會有啲好奇咯，因為佢冇拍過拖，佢 A 零喎，點解係 A 零啊？我想知點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莎莎啦。咁因為我比較細粒啲啦，咁所以我係比較中意高啲嘅男仔嘅。可能因為我喺外國長大嘅原因啦，咁所以我嘅人就比較 open 啲嘅。對外國男仔其實冇乜興趣嘅，我都係比較中意華人嘅男仔啦。莎莎係比較玩得啊，咁我平時係中意啲比較 A B C D 有自信啲嘅女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 Jillian。 我覺得男仔有愛心是會加很多分的，我就大概拍過四至五次拖，情路比較坎坷，都是被人壓得比較多，因為我之前的男朋友通常都是年紀比較成熟的男士，我希望接下來看看會不會可以有一些新的嘗試突破到我這個宿命。大家好，我叫 Argus， 我平時喜歡做運動，咁我嘅擲偶條件啊，係中意笑嘅女仔啊，同埋陽光啲咯，係啦，一笑起上嚟好睇，係非常之吸引。
Hello， 我是 Michelle。我的择偶条件就是我喜欢男仔高一点，因为可以给到我安全感，和喜欢成熟一点孝顺的男仔，和我的恋爱经验是一次，我希望下一次的恋情是可以刺激一点。大家好，我叫做 Jackson， 我恋爱经历大概是十次左右。拍拖次數多咧，人哋通常都會認為你係一個比較花心嘅人啦。但喺我自己嘅角度，我唔咁樣認為，我只係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感情豐富嘅人。傻豬嚟嘅 Jason， 十次嚟講其實好少啫。姐姐，我絕對支持你嘅感情豐富噶。不過我諗一號嘅 Eileen 就未必會揀你啦 ，sorry。